中国，我来靠你来做家务做饭。现在要多向你的小姐妹说一说中国男人的好。对，中国男人真的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大厨。我是卡大爷。看一下妈妈在做什么。丽娜已经开始上课了。沙拉。妈妈今天做白菜沙拉。我来做一些其他的。听从大家的建议，翻两下，然后担心我们烤糊了，皮都没有剥，也不知道烤不好。哦，不剥皮更好一些，试一下，万一没熟呢，可以再烤一下。好的，要让赶紧让小朋友吃饭了。想试一下两个奶油比较好一些。你的表情。好吃，好吃。怎么了？这么了，亲爱的。这个烤腊肉中没熟，好像完全没有熟。算了，还是用那个方法，主要是想看一下哪个味道好吃一点。来，大家不是我翻吃，只是想尝试一下各种的。说啥？翻吃？大家说这么简单的你都能翻吃了？没事没事。这个玉米，玉米记得带皮烤。谁做玉米？啊？谁做玉米？我。为什么你的菜一直黑？一直黑，一直黑。妈妈说，嗯，你也不死啊。妈妈，对，是。妈咪那会儿。嗯。嗯，那好。他虽然不讲，但是很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这个是希望和。在准备做饭。哎，这里放。哦。这里放，谁给你打电话？广告推销。因为妈妈生理期，大家懂得。身为女婿的我，今天要给家里人做一顿饭。不会翻车的，我要做中餐的话，也会。只是因为有咱俩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不讲究，我也不讲究。对，因为最近妈妈的身体不舒服，我快要那个你懂得，所以哎呀，要靠你洗碗做饭，还有啥打扫卫生。对呀。你看看买了酸奶是吗？是，买了酸奶，我很想喝。还有鸡翅，刚好。还有一些水果，你要想吃的话赶紧去吃。哦，刚好。我就把这个弄完了以后弄一下。你今天打算做什么菜？今天韭菜炒鸡蛋。鸡蛋？对。你说鸡蛋，我说要。鸡蛋，鸡蛋。这在做啥？这是韭菜，韭菜。韭菜。对。啊好。把它切碎了，和鸡蛋一起炒，还有做一个鸡翅。哦，鸡翅。对对，我很喜欢你做的鸡翅，虽然黑，但是好吃。我找到网友们已经告诉我，说怎么做了。啊哈啊哈，没事没事，不怕做错。对呀。我们从来没有下载过很多软件啊 APP 啊来看。对呀，我们完全在用看，完全不在乎该怎么做饭，你自己喜欢怎么做那你就怎么做。对呀，做错了的话反正老婆喜欢吃就行。对，我不也不是特别棒的厨师，所以怎么相互迁就。所以没事啊，就是苦了妈妈。试验一下。有可能妈妈会比较严格。对。因为她习惯了做很好的菜。对。本来说是妈妈做波士红菜汤。对，明天妈妈来做波士。你的爸爸很喜欢喝红菜汤。妈妈现在确实不方便。刚好我现在也要考试，所以最难的就是你。等我考试完了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大厨。我是卡大爷。现在小组都升级了。啊，妈妈现在真的享受大爷的生活，因为她最近比较不舒服，所以我们要多帮助她做饭啊、打扫卫生等等，所以她可以休息休息，看电视剧。对，啦啦啦。所以现在希望很忙。我很忙，很忙。你没有享受过大爷的生活是吗？我以前总是享受大爷的生活，但是到了中国，到了中国，我来靠你来做家务、做饭。这就
现在要多向你的小姐妹说一说中国男人的好。对，中国男人真的好，真的好。哇，大家，我永远都可以看我的老公洗碗。幸亏妈妈不在，你们总是在秀恩爱。来。因为最近刮大风，然后妈妈身体也不舒服，所以现在就大部分的事情我来做。来，真男人。还是感谢大家的批评。首先我知道了是这样放的。真的，对，但是你放它你做的其实还好，但是烤糊了，不错，对，没有啥的区别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，那个锡箔纸，因为家乡没有，我们村里面没有，什么？就是那个放的那些没有油的，没有，我们这里没有。然后我们去永济的时候，那算了，没有就没有，没有就没有，反正我们自己吃自己洗。对啊，对了，这样也很好。我们不会用铁的这种来洗。等一下，有一种丝瓜，这个不要油，要不会弄坏了。对对对，用丝瓜，对，或者棉花棉软的那种，那个棉花宝宝还是怎么说？大家海绵宝宝啊，海绵宝宝，棉花，我的天哪！大家 help， 洗洗中文，nice。哇，我很喜欢拍你。不是你眼里只有我，你要去多拍妈妈。妈妈在看她的电视剧。我不习惯看她的电视剧。对，我先问大家，问我们的网友，我可以读哪些书？因为我想多了解中国文化。对，但是等，外面正好啊，正又是温暖的天气。我，妈妈，что ты делаешь？ смотрю фильм。Надо сказать, 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Ты смотришь это сериалы свои？ Просто фильм нашла хороший в интернете. Ага. О любви, да? Да. Мама, та, ты будешь кушать? Сегодня готовит китайскую еду. А что там готовит? Готовит крылышки черные, хейти чи, да, черные. Но у меня уже в прошлый раз они подгорели. Но... А в этот раз надо, чтобы были черные, ну, еще чернее. Не надо, не. Надо, чтобы были красненькие, а не черные. Сказали, что можно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10 минут, и потом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10 минут прожарить, вот так, а не сразу 20 минут. Нет, им достаточно 20 минут. Ладно, хочу кушать. Давай. Ты хочешь кушать? Хочу. Да, ну ладно, это только скажу. Только не острые. Хорошо.徐文，妈妈很饿，她说不要做辣的菜。我没有辣，我知道妈妈不吃辣。我刚刚那个和妈妈聊了关于当地的一些菜，对我们的区别，因为你们经常用的是那个，是腌肉，你们经常放那个肉丝的，怎么说？香菜。香菜，对。妈妈不太喜欢吃咸菜哦，她在乌克兰也没有吃那么多咸菜。结果我没有买，我刚刚回来是买。No， 我也其实不是特别喜欢。我很喜欢你们的锅，很方便，而且这样做鸡蛋做的更好吃。哇！所以中国炒菜为什么要用这个？哇哦，终于成功了！不黑，这个标准都成不黑。Nice。对，对呀、啊，刚刚好。对，可以下次十八分钟。可以呀、啊。还是说其实刚好，我觉得可能是我翻的不均匀，那要勤翻。Nice。啊，不是你故事。好了，说。行。来。真的很漂亮。知道为什么不让男生做饭了？因为很费碗。我去叫妈妈。好的。大家告诉你说，这个不叫中国面包，这叫饼子。对于我们来说，都是各种各样的饼子，都属于面包，这样更简单一些。为什么不要让男人做饭？你看，妈妈做饭永远都很简单，
我们炒菜啊，还有什么用很多锅碗瓢盆，而且很脏，要洗吧。对，我们不像妈妈做饭那么的整洁。来，哒哒哒。这可能是大家目前为止见我们做饭吃的菜最多的一个吧。平时我们其实一个菜就够了，偶尔也会有肉。说的我们好像很穷似的，只是生活习惯不一样。我先拿了。好的。嗯哼，要让妈妈先吃菜，搞得妈给妈妈一个水果似的。嗯，韭菜炒鸡蛋。不要问为什么要炒韭菜。嗯，味道很重。味道很重吗？嗯，很像大蒜的味道。啊，对，差不多。这是韭菜。嗯。所以要慢慢让妈妈适应这个。敢啃妈妈？你们妈的也野了。嗯，好的。好的。那我们苏克伊都是。来看看卡琳娜大爷的生活。